将感情测试问卷，打几分如何回答才不算敷衍，若凭直觉说实在抱歉，关于你真实身份我不了解。威士忌的味道太烈，在沙发上的你紧闭着双眼，有一个问题一闪而现，你到底是谁，为何铤而走险。无数次矛盾之间，我们都陷入怪圈，看谁先爱情的字。